繁殖这一只鱼，我总共花了大概六年的时间。当繁殖出来的时候，当然是很开心啦、啊。但是随之而来的，遇到的问题却是白化的育成率。白化是我养红鱼十几年来最难育成的鱼，它有别于一般红鱼，必须加倍的用心思去照顾这一只鱼。它饵料方面也不像一般红鱼一样，哎，你丢了它就吃。然后在水质方面，可能你也必须特别注意。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繁殖出白化饲料，其实这一只鱼并不被市场看好，他们只觉得说，哎，这只鱼只是外观的表现不太一样，并没有太大的特别的点。随着时间证明一切事实，在2015九月的时候，成功的繁衍出第一只白化黑帝王；在2015年十月的时候，繁衍出第二只白化黑帝王。在这个时候，市场就已经开始接受白化饲料这个事实了。我的兴趣就是养一些奇奇怪怪的鱼，我每天会花4个小时左右来照顾这些鱼。我为什么喜欢养鱼呢？因为我觉得养鱼除了生小鱼的成就鱼以外，我觉得最令我开心的是会有突破性的快感。白化黑帝王最远出口到印度，买家蛮特别的，买家是印度首富，一只台币我卖100万，客人总共买了2对，然后是由我泰国的好朋友中介的，由他介绍买卖。养殖红鱼啊，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你必须要选一只你喜欢的红鱼，这样你才有办法用心去照顾它。在养殖的过程中，哎，你先遇到的一定会是新生小鱼的喜悦，接下来你就会去寻求其他的突破。与吕大哥相处的一个晚上，觉得这个人绝对是头脑有问题。当全世界没有认同他的作品时，他依旧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与目标，直到白化黑帝王问世，然后成功刀养到15公分。这时，世界批评的声音顿时安静了。我知道有一群爱好非纯正血系的玩家，一直在追求与众不同的物种。吕大哥也顺利创造独一无二的品种，得到白化后的感觉应该是一劳永逸了，但吕大哥却还是在创造更不一样的品种。在前面的影片当中，已经出现许多超级漂亮的混血红鱼，据说订单也在年前就已经敲定了，价钱轻松超过6位数。不要以为养鱼非常简单，其实背后的辛苦有许多人都看不到。吕大哥必须每一天花4个小时的时间整理鱼场，也不能够出远门太久，只要一个疏忽，可能都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。而混血这条路并没有尽头，充满神秘的白化，未来到底还会为红鱼界带来多少冲击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